继续来关心山区火警的消息。嘉义林管处所合约三事业区第五期林班道管营地，自五月十六号火警以来，进入第八天抢救，无人机投水灭火精准。嘉义林管处表示，延烧面积大约71公顷，今日持续整理防火线甲残火处理，并申请空中投水作业，针对大型火烟持续投水降温，避免延烧。嘉义林管处所辖玉山事业区第五十二林班道管营地，自五一六火警以来，进入第八天的抢救，六项铁飞机投水灭火，精准命中目标。有关五月十六号在我们林务局管理的土地杜鹃营地，也就是玉山事业区第五十二林班，这个森林火灾，到今天已经进入第八天了。那燃烧的面积总共有，到目前为止是71公顷，那我们出动的救火人次是746人次，那空中的支援包括内政部的空勤直升机，还有陆航特，还有国搜中心的飞机支援，总共进入了有68架次的一个飞机，包括投水还有人力的运补。今天森林护管员主要的在进行昨天开辟防火线内的一些残火的一个处理，避免它在做复燃。那另外呢，一些燃烧边缘的这些地表的腐殖质也要把它进行移除，腐殖质非常的深厚，避免它在扩展到没有被烧到的这一边。那另外从空拍照片也可以看到一些火焰，那部分的这些森林护管员直接进行用工具直接扑灭。嘉义林管处表示，烟烧面积大约71公顷，今仔日持续整理防水线以及残火的处理，并申请空中投水作业，整理大型火烟持续投水降温，避免烟烧。最新新闻蔡明堂嘉义观察网报道。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县长王章良。疫情愈来愈严重，有人问我，安尼到底要安怎？虽然严重，但是大家唔通恐慌，拜托大家做好三件代志。有必要的时阵，请大家卖出门，挂嘴罩，甲洗手，做好这三件代志，真重要。各位乡亲，各位士大，按照政府的指示，大家团结对抗病毒，唔免惊。拜托大家，无必要的时阵，迈出门，挂嘴罩，加洗手。感谢，多谢，努力。输棋可以重来，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设计属于你的未来。在嘉义县。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